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西米，今天跟大家介绍我们这一台小可无线除螨机。我们人体在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，其实都会流汗。那这个汗水呢，每一天每一个晚上大概会有100cc。在床垫深层啊，会有一些尘螨，那尘螨都是靠人体的皮屑跟你的汗水来去让它滋生增长。好，我今天跟大家介绍我们这台小可无线除螨机，可以让灰尘脏污可以轻松的扫除。主要它设计是无线的，市售的除螨机线大概都是4公尺，那有的床真的它就是没有插座，我就非常推荐你使用我们这台小可除螨机。我们这总共有分两段，第一段它是亮蓝灯，只有纯吸尘的功能。马达在这个地方，灰尘脏污会透过下面的这个集尘盒，然后通过滤网吸起来。那因为它是做直吸式的，所以它吸力会非常非常强。市售的除螨机，它的吸力大概在6000到8000帕，那我们这台有10000帕。然后在按第二段的时候呢，它会有震动拍打。那主要床垫就是要靠震动拍打，才可以将里面的灰尘脏污尘螨拍打。你们可以使用在你们家的窗帘、你们家的地毯、小朋友的布偶娃娃上面，或者是说床垫啊、枕头啦、这些地方都可以使用。现在买小可，里面标配就是有充电器，然后搭配这个无线的除螨机，我们额外还会送你一个收纳袋、毛刷。我现在在家嘛，赠送一个二代滤网。到时候你要清扫你的灰尘的话，你就其实拿我们的毛刷，然后就是这样清扫就可以了。今天介绍就到这边。如果你使用小可上面有任何问题，或者你对小可有兴趣，你可以直接私讯我们的客服，会有我们专员一对一为你服务哦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